5月18号星期一，抽抽乐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唐人10块零用钱，今天抽，今天零用钱抽。那今天姐姐有吃到吗？嗯，记得。好，那就算迟到了。妹妹有上学吗？有啊。好，那妹妹两个。你说今天连番茄其实晚就有一个。好啊，番茄吃，番茄吃完呀。有。番茄吃完是两个。嗯。妹妹没有吃完嘛？嗯。你乖乖上学两个。都没有。135，像我这连续两天丢啊，礼拜日丢，礼拜一也丢啊。嗯，以后我们丢呢，我新的规矩哦，抽到号码的里面最数字最大的人当天丢，好不好？你们要 PK 看谁数字最大的人就要去丢。我是51和28，我是54、163和48，好，和1。哎，你有中吗？没有。都没有，都没中。那以后数字最大的人丢，好不好？还是要数字最小的？最大。好，那今天妹妹丢，是看数字哦，要 PK 哦。小，以后你每天上课就去刷这个卡，我就看这个卡没有迟到，好不好？还没有刷卡就算迟到了。然后我的迟到是7:50哦。我喜欢我的影片，剪小小铃铛，每天晚上铃铛都会出现的影片。拜拜喵。5月19号星期二，抽抽乐，3、2、1，是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先来盖乖乖章，我要这个。然后呢，我是有那个挑战，不挑食呀。挑战不挑食啊，妈妈弄什么吃你就吃什么、啊，对不对？我挑战完成了。你挑战什么，妹妹？好像给妹妹，你挑战什么成功？妹妹，你挑战什么成功？吃饭成功。你还跟 GoPro 讲啊？还有魔术方块。魔术方块不是抽抽乐，不是乖乖章，是直接抽抽乐一抽。明天才会乖乖章。你要乖乖章啊，不要一抽啊，是不是？你要乖乖章还是一抽？一抽。好。今天礼拜二是几天？你丢30。嗯。我可以拿一个亮亮。65。一个小的。75。65，75。一定要黑色啊！黑色很漂亮。好。水都一样。哇！这是什么？刮画。这是最小的刮画，是这种刮画。哦，这是最小刮画。去哪？抽抽乐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妹妹自己写的哦，2020520，爱你爱你我爱你哦。205，哇，你可以选另一笔，我可以选两只，不行啊，小的，我两个小的，人家都没有。我想一个亮亮胶和一个亮亮笔，彩色亮亮胶，还是亮亮胶？好，下片记得订阅我，每天晚上6点都会出新的影片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然后今天谁号码最大？号码最大，来，妹妹你起号。我有134，还有78、87啦，192，44，那我最大。然后今天谁号码最大？号码最大，来，妹妹你起号。我有134，还有78、87啦，192，44，那我最大。
201就这几个而已了。对，所以我最大。Ending。哎，我刚才不是 ending 过？对啊。我不喜欢我这一辈子的每天晚上都会自己去等。5月21号，星期四的臭臭日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零，我是零，他是零零，哎，他是米豆子。我肚子痛，等一下。好，今天要跟米豆子的，好，米豆子在画自己，好，好，能不能先几个？对，乖乖长好。今天姐姐你有，哎，米豆子你有吃到吗？有吃到，米豆子没有，一人吃错。我把树枝一直拍走，一拍走，拍走，拍走。没中，都没中，又没中。展示我的特技，丢。啊，他们一起啊！来，小米好，猫咪，你好了，都没中，好了，那就接下来抽抽了，3、2、1，拜拜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来，一人送一只，哇，我这个，那我这个，送一只而已，不是那个啦。一人拿一只，一人拿一只，对，一只坐着，里面一只随便选，对，那我这个，里面一人一只肉，对，一个人一只肉，嗯，那我这个，红色的胶胶，好，拜拜，这个也是红色，拜拜，爸爸，你把最重要的打板给忘了，不是给你们的吗？没有啊，你拿我啊。对啊，来快点，我是来你在旁边，快点快点，多一个多一个，来来来讲快点，5月20号星期五的车站了，3、2、1 Action！ 零块零钱，恭喜妹妹，恭喜得奖者，也谢谢188，一个爸爸，180还是什么，188，188，我有100个爸爸。 Happy！ 现在中小的可以选一支笔跟抽一个，快点啊，快点啊，快点啊，选太久了，好了，什么图案的，那些水平是男生，妹妹你先选一只啊，我也可以有，你不是啊，你不是160，160大的，大的也可以啊，你可以选一只啊，不要，我要大，都可以，大的大的也可以抽一个，也可以送一支笔，我只是
送的哦。你不就说我可以跟都是大的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姐姐，你都完了吗？都到什么？那我要吃牙膏。磁铁呀。对，剩下两个都是我的。是吧？帮忙。重要的，最重要的。恭喜姐姐，你要的，你要的，十六个。好，小猫咪，我想要，等一下。爷，你不行。我预言。那就看过了，还预言。预言，对，是这只，当然是这只，绝对是这只，绝对是这只，绝对是这只。记好他样子哦，绝对是这只，绝对是这只。要放一个图片在这哦，放一个图片在这哦。原本都记得的话，爸爸也不一定会记得。爸爸的记忆力。Bing， 猜对了。这是什么猫？我抽中的，好恐怖！哦，爸爸想要快点香香的啦。不行，要先介绍最重要的小猫。这只小猫可以拿下来，是可以这样子。哦，好可爱啊！它在做什么？它在弄卫生纸。卫生纸还打开。它在用卫生纸。我知道了，我要介绍。它在用卫生纸包。哎，这是真正萌萌猫哎。来，借我看一下，他在换卫生纸包。好了，可以香了吗，妹妹？不行，我都没有摸过。妹妹不用再逃避了，快点快点，妹妹进去点，进去点，爸爸要有位置。快点快点。十六个。成功。那是我可以带的。那我还你一个总可以吧？可以。乖，乖。我喜欢我的一片金蓝色森林的，每天晚上六点都会是新的一片。拜拜喵。5月23号，星期六的抽抽乐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我卡赞。原本抽李荣天抽。我卡赞，我卡赞，我还有。停个停。你有弹钢琴吗？你有弹钢琴吗？叮叮，身体真可爱。我们来 PK 一下谁的嘴比较巧，来，3、2、1，快点跳嘴。我指头，都没中。你为什么都没中？你是再讲一次都没中。跳嘴。都没中跳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下小铃铛，每天晚上六点都会出现的影片。拜拜喵，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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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爸爸加码时间。这电灯要开上。爸爸加码时间，今天都没中跳。一人一支笔。那我要选我的红色。拜拜。5月24号，星期日的超超乐，三。
钱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零用钱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十块零用钱。确定那边说好，跟他抽完一下说好啊。嗯。不再烦恼那纸箱收纳，哦，收我房间。一人一个乖乖章，我要第一名。那我们也吃饭挑战成功吗？我要洗一个。一三五，一个小的。中大奖对不对？猫咪橡皮擦。好，猫咪橡皮擦。来，先选一只啊。好，这是我们这礼拜的抽抽乐，那期待下了个礼拜的抽抽，三二一，拜拜。